肖战出现在宝石龙活动上，瞬间成为娱乐圈的焦点，甚至芒果台也进行了报道，晒出了家宴的九宫格，让他备受瞩目。他的胸肌更是登上热搜，成为热议话题，显示出他的高商业价值和在圈内的影响力。活动现场布置豪华，肖战每个细节都展现出大牌风范，这种待遇并非所有明星都能享受。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性感的胸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展现了他的自律与魅力，粉丝们对他的赞美声此起彼伏。无论是修图还是深图，肖战的颜值和实力都让人赞叹，肖战的粉丝对他的支持坚定不移，见证了偶像的成长。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这种忠诚实属难得。他的新电影《德贤景致》拍完了，大家期待他的表现，热议不断，粉丝们急切希望电影上映，期待再次欣赏他的演技和魅力。希望大家能分享这篇文章，留下你们的想法，继续支持肖战。